营养，但是还没有来的同学要记下来。第八组，第八组三个同学而已吗？另外的第八组谁负责的？没有来的，你先把它记下来。第十一组，十一组都到了哈、哦。嗯，十三组，十三组都到了啊。十四组，十四组，十四组还有几个还没到？两个。十四组谁负责的？十四组是其中吗？还是？对，其中。其中，你可以帮忙一下吗？十四组。十四组好像是那非。哎，十四组是啊，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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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菲，对，不是那菲。同学，你们报告这个事情，我跟你一直在这样跟你强调是非常重要哈、哦。这占整个学习成绩多少？40%，所以这一关没过，你就没过了哈、哦。然后你们以后想一想，你要去找工作。找工作那一天你会迟到吗？不会嘛，对不对？好，那这种这么重要的事情，假如有一天你去结婚，结果结婚那一天你迟到了，会怎样？在重大的日子，千万不要随便，不要随便把它当作不在意哈，好不好？比如像说。第六组的同学今天报告了，竟然现在只有两，还有两个，还有同学没到。一个，嗯，像这个同学为什么这么不在意自己的报告呢？好，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们这边你们听其他同学报告的好坏，老师会评论，你们下次就可以再改进。要不然的话，嗯，问题会很多。第八组的同学。第八组的同学还有三个还没来，这个实在是有点离谱，已经9:15了。好 ，OK， 来，我稍微看了一下你们的 PowerPoint 哈，有的做得非常好，有的做得有点需要改进的哈。来，第三组的同学先报告来，我们鼓掌欢迎第三组同学。冲突与融合。那我们这组的组员有李树、林胜杰、庄涵轩、陈佩轩、张伟杰、蔡新慧以及张永珍。再来我们要报告的大纲是问题意识、研究方法、毒品使用，再来是实地访谈，最后是诊疗比较以及我们的结论。那我们这一组的问题意识是福音戒毒机构与非福音戒毒机构的差异。那因为药物使用只是社会一个很难以解决的问题，然后而且使用的年龄也在下降，然后很多接触毒品的原因其实来自于同侪团体。那我们查了资料之后发现，其实戒毒组织有分成福音戒毒跟非福音戒毒这两个分别在。那就是他们说他们有不同的戒毒方式，可是却都有成功的案例。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要比较这两个机构差异的原因。那我们的研究方法有问题设计、实地访查跟访谈分析。这事前我们设计了一系列的问题，像是会访问受访者说，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类型的戒毒组织？那，你在这个戒毒组织里面又用了什么方法？那你又是从何得知这个戒毒组织？那我们实地访查的部分去了两个地方，分别是在大寮跟左营，然后总共访问了大约5位受访者左右。那最后访谈分析的部分，我们就是统整我们所访谈出来的一些资料，那经过整合之后，在最后面会得出一个结论。然后我们现在先就是讲一下毒品使用的趋势。
那现在毒品的使用趋势大致上就是在夜店或者是需要助兴的场合。那像这种场合，你在使用毒品的时候，通常是以可以达到比较快速的助兴的毒品为主。那像海洛因需要吸食器，就是在这种场合就是比较不会拿来使用。然后现在毒品使用大致上就是会使用毒品的话，大致上就是不外乎就是两个原因，就是第一个就是在青少年的时候受到同侪影响，不然就是说需要舒压，或者是因为压力大需要放松一下。那如果是在就是如果你刚好是身处在就是受同侪影响比较大的青少年时期，那如果你的同侪有在吸毒，你可能就是会跟着他吸毒，就是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同。那如果就是在就是你压力大想舒压的时候，那如果这时候刚好有个陌生人就跟你推荐一个东西，说吃了之后心情会变好，那你可能是会没有意识的，就是去接受这个东西，然后就吃了。那等到你真正发现的时候，其实已经上瘾。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什么是瘾。那在《辞海》里面有讲到，瘾是一种嗜好，久而久之而成为的习惯。那我们在去采访的时候，有一个受访者，他也跟我们讲说，什么叫做上瘾？他是说，不是不能没有它，而是你会去想，就叫上瘾。就像吸毒一样，等到你药效过了之后，你就会一直去想说，你想吸，想吸，想吸。那你就会，如果你没办法克制这个欲望，然后你就吸了，就代表你真的是已经上瘾。然后我们有实地访谈了两个地方，就是一个是高雄的晨曦会，还有国军高雄总医院。然后其中晨曦会是属于福音戒毒的机构。然后现在简单的介绍一下晨曦会，他们是以就是福音戒毒，就不是依赖药物来戒除，就是不是以药制药的方式，就是他们是利用心灵重建跟找回自我认同的方式来帮助那些药瘾者来重新。就能够戒除毒瘾，然后就他们也会依靠那个就他们同侪的互相鼓励，然后还有影响来达成戒毒的目的。然后他们也会进行一些就业的培养，就让他们在就是离开晨曦会以后能够就是重新找到新的工作。然后福音戒毒也会以圣经就是在基督教里就是神的话，然后就是帮助那些戒毒的学员能够成功的脱离毒品的辖制。然后他们是属于灵力治疗的部分，就是他们会靠着就是晨曦会里面有一些传道人，他们有一些圣经的教导，然后还有那些戒毒成功的过来人的榜样，就可以带领那些新进的一些学员能够凝聚团体的动力一起戒毒，然后也能回到正常生活。然后接受晨曦会的那些辅导者必须在他们的就是晨曦会的辅导村或辅导之家至少待一年半，然后其中就有分成四个辅导的就是戒毒阶段，然后都是以身体跟心理还有灵性跟就是社会行为等就是培养全方位的辅导教育。那我要介绍的是那个福音机构，就是晨曦会上的一些作息，就是晨曦会是福音机构嘛，那它与非福音机构不同，就主要他们有一些课程安排的部分，像是我们上面看到的有一个灵修的课程，就是因为他们晨曦会是一个基督教的组织，那他们主要是以阅读圣经，那他们会以圣经的话就是为依归跟心灵寄托。那我们在访谈过程说，就是晨曦会的负责人他也有跟我们提到说，就是他们其实学员在与外界的接触非常有限，因为他们没有电视或者是网络之类的东西。可是他们的学员就是在未来还是需要回归社会，所以他们也有帮他们安排一系列课程，像是生命教育以及人际互动的一些相关课程，来帮助他们未来可以顺利的跟社会做衔接。那刚刚上述之前有提到，他有分为四个辅导教育的阶段。那第一个阶段是主要是断瘾的部分，就是主要是希望他们进来之后能够适应内部生活，然后戒除身上的一些体质，来恢复身体上的健康。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康复，就是主要是在人格重建的部分，就是我们上面有看到有一个农畜牧，因为他们会有一个就是借着农场的生活方式，然后让学员去比如说种菜之类的一些相关，然后就是透过身体的劳动来恢复身体上的健康。那第三个部分是灵性的辅导，就是主
我要辅导学员在思考中可以建立一些人我互动的正确管理。然后第四个阶段是扎根的部分，就是让一些比较戒毒已经比较成功的一些学员来带领一些新的学员的部分。那这之中也会在其中也会拟定一些，就是他们未来在出村之后，出他们辅导村之后的生涯规划的部分。在国军总医院访谈中，我发现医疗体系的那个建议方法有一种叫做替代疗法。那我反而对象就是替代疗法中的美沙酮疗法。美沙酮是一种戒瘾用药，它是用来针对药片类毒品的戒瘾，像是海洛因之类的。那为了推行艾滋病的防治计划，所以才会有替代治疗计划的出现，而且是有政府补助。医疗体系的治疗方式，常常是把戒瘾者看成是心理状况的问题，就像上面说的那个戒瘾戒护士，他说他们人的特质就是不一样，就是不能当作一般的病人来看待。那他们认为戒瘾是一辈子的事，所以当那个鸦片类毒品使用者被证明可以用服用美沙酮之后，但医院也不会去强迫他们戒毒，就是当戒瘾者想喝就去喝，但医院会从美沙酮你去服用美沙酮的剂量变化来看看你是在戒瘾期间还有在吸毒。美沙酮的用药常是使用时效是12到36小时，它是用来减缓海洛因戒断症状的痛苦。那我们访谈，经过我们后来整理和分析，我们访谈得出来的资料之后，我们发现，虽然两种机构他们都同样希望患者能够在经过治疗之后，能够回归社会，能够有一个平安正常的一个生活，但是由于他们在过程当中对于患者本身就抱持不一样的心态，也因此导致他们有像是戒除方式的不同，以及对戒除者称呼上的不同，对戒除者态度的不同，以及对戒除者生活控管的不同。那么以下我们将以晨曦会作为福音戒毒组织的代表，那以美沙酮作为非福音戒毒组织的代表来进行我们接下来的比较。那我们第一个要比较的是晨曦会以及替代疗法在他们适用药物以及戒毒方式上面的一个差异。那由于晨曦会他们主要在戒断的是患者对于药物的心理依赖性，也因此他们比较没有所谓适用药物的问题。那他们戒除的方式主要是透过信仰的力量来使患者产生自己心灵上的一个超脱，借以达到抑制他们对毒品的心理依赖性。而美沙酮由于它是针对海洛因所产生的一个替代疗法，也因此它主要是用在于海洛因等这些鸦片类药物的一个戒瘾。那它的戒除方式是透过服用美沙酮来减缓患者对于海洛因的生理依赖性。那接下来我们要比较的是对于戒毒者的称呼上的差异。那戒毒者对于戒毒者称呼上的差异，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其实称呼上的差异表现了这个机构这个患者在于这个整个机构里面他被标签的过程以及他的扮演的角色。那在我们访谈美沙酮疗法的时候，那戒护士就告诉我们，他说这些病人他们的大脑构造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那如果他今天只是单纯的吸食毒品的话，那么我们就会从医疗上方面将他们视为是病人，但是如果他今天同时有持有或是意图去贩卖，那么他们今天就改采用犯罪的角度当他们视为是犯人。所以他们比起一般单纯的犯人或是病人被标了更多奇怪的钱。那在福音戒毒这一块的话都没有这样的问题，在福音戒毒当中他们会对这一些使用者称呼他们为弟兄，而这样的称呼是基督教里面对于信徒的一个普遍的称呼，所以吸毒者在福音戒毒组织当中他们不会是被视为是异类，而是和其他人一样是一个正常的人。那接下来我们要比较的是对药瘾者的态度。那对药瘾者的态度其实有一部分反映了他们对于药瘾者的称呼上面。那接下来我们想要更深入探讨这样态度差异在什么地方。那非福音戒毒当中会认为这些药瘾者是他们是心理状态上是有缺陷，他们生理状态上也是有缺陷，就像他们 PPT 有讲到的，他们可以为了吸毒做出那个荒诞怪异的事情出来，所以他们认为解态是减轻这些人所造成的伤害。但是在福音戒毒这一块，他们就不会认为这些人是心理状态上或是生理状态上有什么样的缺陷，他们会觉得说这些人只是在他们一开始接触到了一些错误的资讯或者错误的观念，那这样
错误的观念和资讯，导致他们会有接下来像是使用毒品、贩卖毒品这样伤害自己的行为。那他们会借由宗教性的力量，让他们重新去认识到一个正确的方式、正确的想法。那借由这样的管道，让他们重新回到正途。那最后我们要比较的是两个机构对于患者生活的控管。那在程序会当中，我前面所提到的，他们会对他们的资讯的取得以及他们生活的时间有很严格的规定，但是在替代疗法美善工这一块就没有这样的硬性的规定，那也因此会造成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事情，就是他们美善工疗法无法确保所有服用美善工的人都能够如实的戒除对于海洛因的药瘾。最后我要来做个结论，福音戒毒主要着重在心灵的建构上，借由宗教的力量去安定药瘾者的心灵，帮助药瘾者重新找到自我的认同与归属，认为心瘾是其中最重要与最难戒除。而非福音戒毒主要着重在生理上药瘾的戒除，借由药物帮助药瘾者逐渐脱离药品的控制，认为药瘾是需要透过药物治疗的，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帮助药瘾者成功戒除毒瘾，而且重新回归到社会，却因为方法上的差异，面对药瘾者态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成效。福音戒毒与非福音戒毒虽然过程不一样，可是诉求的结果也就是要帮助药瘾者从戒毒成功然后回到社会，这个目的是相同的。这些过程上的差异就是我们这个报告所要探讨的重点。那以上是我们这组的报告，谢谢大家。我先来问一下同学，您看，您那边先不要关掉，先不要关掉，先把 PowerPoint 放着，等一下有的放 PowerPoint 先放着哈。最后一页，放到最后一页，你的结论。同学看一下这个结论。假如您不去做访谈，您不去做访谈的话，这个结论，您会不会做得出来？听懂了问题吗？你们去找网络资料，可不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可不可以？也就是说，您去网络上把这两个机构的资料找出来做对比以后，能不能得到这个资料，得到这个结论？可不可以？好，你们要回答我一个问题。那这样子的话，假如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到这样的资料的话，那你的访谈可以帮助你的什么？有没有帮助你的什么？让你们说除了网络的资料之外，可以让我看到其实网络找不到的资料，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说这个似乎只要我们上网络去找一找就可以找到这资料。好，这是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你们去访谈药物使用者？刚才你在那边所你刚才在有一些那个访谈资料是非常有趣的，比较护士的看法，或像说那个基督教的那个这个福音机构的人的看法，可是里面有没有药物使用者的看法？有没有？我是要同学们去访问药物使用者。好 ，OK。所以你假如说受戒毒者，你就可以去访问戒某些戒毒者，他进入到福音这个机构里面去，他觉得效果怎么样？另外，假如说你这边有一个吸毒者，他是进入到这个非福音的戒毒者，他的看法是不是可以更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哦，原来这两个效果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你们似乎我们也看不到效果好，因为最后结论也没有说哪个效果好哪个效果不好嘛。而且你们引用的都是这个组织者的看法，
那这主事的看法，就像说我们去访，我说我要你们去访问那个坐过牢的人，跟去访问监狱的典狱长，会不会一样？不太一样嘛，对不对？就你是坐过牢的人，跟你是典狱长，他的经历是不一样的。好，所以或许这福音戒毒者，这个戒毒者，这个组织者，他确实是有这个经历，他就有做可以做很好的一个表达。但是那个非福音的戒毒这个部分似乎没有这个资料来印证，就听起来，感觉上听起来这一份报告是似乎是福音戒毒，似乎感觉比较有效的感觉，因为你都用那边的资料。好，所以这是一个整个您报告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要您访问的是那些药物的使用者。所有的同学，您我要求您访问的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好，等一下，等一下，这先不要讲，这不是你的场子，这个是他的事情。你们这个等一下，你们要怎么讨论再说，好不好 ？OK， 意思就是说，所有的报告，我要的是说，你们去接触那些你们一辈子可能都不会接触到的人。那这些人，也就是我们在社会学里面在讨论的，他们有特定的那个特定的事件。比较接近于是，您看《苹果日报》的《人间一语》啦，《苹果日报》《人间一语》有没有看过？有看过吗？那些人他们有自己的一个生活世界，好不好？这是您整个报告上，我觉得是比较大的问题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您像护士的这边的看法是蛮有趣的一些资料，好，那你刚才做了一个比较很好的对比，就是说护士的看法跟那个基督福音这个，他是哪个位置？机构负责人，对，机构负责人他的看法。机构负责人当然会跟你讲说他这个比较好，那可是你们同意他这种看法吗？这是你自己本身要做判断的。比如像护士认为说他们是病患或病犯，那这种看法你们觉得合理吗？假如你觉得合理，你就把它放上来；或者是你觉得不合理，你要有自己的看法。它会不会是一种贴标签？吸毒的人一定会贩毒吗？好，这是另外一个他说弟兄的称呼比较不是歧视性的，是没有错，可是你又称他是叫迷途者，是不是？你们是用迷途者这个字，迷途羔羊。好了，迷途羔羊这个就有意思了，为什么他们叫迷途者，而其他人就说这个迷途者，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同样的把它贴在所有的我们今天做访谈所有的人的身上？更生人也是迷途者，然后呢就犯罪什么，他也是迷途者，然后呢去做色情按摩的也是迷途者，做娼妓的也是迷途者，对啊，我们社会上都是给他们这些标签嘛。那真的是你假如说你去访问那个真正在使用药物的人，他真的自己觉得是迷途吗？他被贴上迷途的这个是一个中性的吗？啊，这个你们可以再回去想一想，因为我觉得这个就跟好吧，这个字眼，就像我听到一个基督教的朋友，他就说我们要给同性恋者多一点的关怀，这个听起来就很像。可是问题是，同性恋者为什么要你关怀他呢？人家为什么要需要你的关怀？一样的问题，就是说，药品使用者，他们认为他是迷途者，可是药品使用者本身怎么看？这是关键。所以意思就是说，您这篇报告最困难的地方，
您这个很困难，其他各组也没有比较简单哈、哦。就是受访者的说法是什么？您可能要多一点的资料进来，好不好 ？OK， 那做这个报告不容易，因为吸毒在本身还是犯罪行为，就像说叫你去访问小偷，他会不会告诉你他是小偷？他会告诉你他去偷了哪些东西？不会嘛，对不对？一样的，因为吸毒在本身是一个犯罪行为，在台湾是一个被犯罪的，被贴上犯罪的标签的，所以很困难。那这个难度很高，但是，我想其他组的同学报告也不会更简单。等一下我们听听看其他同学的报告好了。那还是谢谢你们花这么多时间，但是呢，我希望你们在未来的报告，你可以在下礼拜或下下礼拜再交，在报告里面补充更多的这一个我刚才提的这些问题，好不好 ？OK， 同学给他鼓掌一下。来，接下来下一组是第五组，是不是？第几组？第五组。第五组，来，同学给第五组鼓掌一下，第五组。大家好，我们是第五组，我们这组研究十字性障碍者，然后我们的标题刻板印象建构身障者的就业限制。那我们先为身障者做个定义，那根据 中华民国权益保障法里面他提到，身障者在身体构造或功能上因为损伤或不全而导致他影响了他的社会生活，那要经由专业人士的评估之后，然后他领有身心障碍的证明相关资料的。那宪法第十五条里面有提到，那人民的生存权、工作权及财产权应该要受予保障，但我们发现身障者其实虽然有受保障，但是在职场中往往都会被忽视掉。那大家想一想，那身障者可以从事哪方面的工作？那我们的第一印象可能会想到说，盲人只能从事按摩业，那智障者可能就只能去卖彩券，或者身障者的父母亲可能会想说，那他们就直接待在家里，然后去他们养他就好了。那我们从这边我们做了一个文献调查，那劳委会他有一个提供的数据，他说台湾的就业者，就身障者的就业人数大概有16万人，那通常他们工作选择往往都会被受限，那平均薪资有就业者的薪资大约24K， 但往往他们的薪资往往都低于这个标准。那还有就是在27000名身障失业者当中，他们认为他们找不到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一般人对他们的刻板印象。那我们这组就导出一个问题意识，那一般人对身障者的刻板印象如何建构出身障者他们的就业限制？那我们做个小小结论，就是就业市场往往都会排除跟限制障碍者投入就业，那这往上一层发展，我们会发现说是职场环境的不全，让身障者会极不适应这个就业环境。那还有政府公司的身障福利的不健全，也让他们深受其害。那还有
一般人对他们的刻板印象，会让他们动作会不顺利。那在更上一层，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主流价值引导着大家对他们的看法。那这个价值都会往往都会追求效率，还有成本考量，使得生长者都会被就业都会被限制。啊，好，接下来我就要说明一下，就是关于我们的受访者有总共一共有四位，其中三位是男性，然后他们的生长跟他们的职业都是不一样的。好，下一页。那接下来我们在访谈过程中，我们也有受到一些严峻的限制，就比方说机构不接受我们的采访，就好比说好像我们到那个新路基金会那样，他都是为了要保护那个当事者的隐私而不接受我们的采访。然后过后还有我们以生长者之间的认知有所差异，以及我们彼此之间的互信不足，这都是因为毕竟我们都是第一次遇上我们的那个受访者，我们都是第一次碰面。然后我们的调查方向就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就是就业环境的软体以及就业环境的硬体。什么是软体，什么是硬体呢？软体就是比方说社会对生长者的刻板印象，以及生长者对他们自己本身的自我限制，还有一些就是社会对他们生长者的一种看法与想法。那硬体呢方面就是说到受访者乘搭的交通工具，以及他们在职场上的应用到的一些设施设备等，以及还有包括就是政府的应对政策。那我就来述说一下关于软体里边的其中一项社会对生长者的刻板印象。根据一篇文献，我们得知有一位视障者，他求职面试的时候，他有提到说，许多公司只要发现是视障就不给机会，哪怕他的学历以及他的知识都是超出于其他人。这都是因为这就引导出一个点，就是说个人的努力不代表就会被接受。那我们的受访者 C 他也有提到说，大家会特别的照顾你，可是那一种特别的照顾就会觉得是不是我做不到，那这一种好意限制了我们一些尝试的机会。这一点就可以导出好意成为偏见，剥夺了生长者尝试的一种机会。好，那我们就得出了这么一个小结论，就是说一般人以及这个社会都会给生长者一种眼光，就是说他们是被动的，他们能力是不足的，这就引申了对生长者的一种偏见。以及生长者被排除于就业市场外的原因，往往只是因为他们是生长者披着生长者的身份角色。就业环境的硬体，那有分两部分，一个是受访者交通状况，一个是政府的政策。那我先来问一下，就是如果你们是要去就业啊，你们会先考量到什么？考量到什么？如果我要去大寮工作的话，那一定要有机车，对不对？对。如果没有机车的话，我怎么去大寮？有捷运吗？可是大寮很远，然后那边的交通很不方便哎。所以交通真的很重要。一般人都觉得交通这么重要，那更何况是身心障碍者就业的环境。那我们有受访了四位受访者，那可以看一下，像受访者 A， 他是会仰赖朋友的共乘，但是共乘就是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方便，原因就是因为人家可能想去的地方并不是你想去的，或者是人家今天根本就没有去，可是你有一些紧急事要去做的话，就是造成了受访者的不稳定。那像受访者 C。就是他是自己改装机车，然后去上下班。可是你可以知道，就是除了学校之外呢，其实外面很多地方是身心障碍者停车位是很少的，就是造成了他们的停车不便。那受访者 D 是他自行会搭富康巴士，可是经费就是在之前被取消，导致他要自己去付这个富康巴士的费用。所以你的意思还没有啦，上面这个地方。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生长者他交通很不稳定，就是他可能会迟到。对。那去也很不方便。对。那可能还要多花一笔钱。
但感觉真的不方便，是不是？像政府是不是有补助？是不是？我们要看政府有没有补助到。我们要看政府的部分。对，接下来是应对策略，这是植物再设计，这是一个政策的名字。那它有，就是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改善身心障碍者他们工作环境。听起来好厉害。那补助金额是你每一个申请案件最多只能够以新台币10万元为限，最多10万元啊，感觉很多，对不对？可是你觉得10万元真的够吗？是够吗？就是根据我们受访者自己表示，如果你是去一家没有电梯的公司，那你要申请的话，一部电梯就可能要10几万，而且重点是那个老板也不一定会让你装。所以我们这个推出的一个小结论就是说。对雇主来说啊，他们可能会觉得聘请身心障碍者是多一个成本，而且比起跟聘请一般人来说，就是要花的钱啊、资金啊会比较多。而且如果是就是身障者，他会被就业市场排除的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职场环境是不是真的符合他，无障碍设施是不是做得足够，这些都是需要去探讨的。好，那接下来又回到了软体。这是我们要去访问受访者，下一张。然后我们通常访问的时候，第一个都会问他说，因为我们做就业限制嘛，那我们第一个问他说，哎，你为什么会找这份工作呢？那受访者 C 就告诉我们说，因为受访者 C 他是肢体障碍，他告诉我说他觉得他比较适合静态工作，所以我们就想说他是不是有一点点自我受限。那我们就接着问他，那你对于就是你本身的障碍有没有什么看法？那我们访问了4个受访者，他都告诉我们说，哇，觉得还好呢，尤其是受访者 D， 他告诉我说，是你要去适应别人，不是叫别人来适应你，这样不是有一点矛盾吗？就是你会觉得说你的身体好像有受限，只能做静态工作，但是对这种受限，你又觉得，我觉得还好这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因为最近有个同学他受伤，所以他现在多一个新的身份，哎，换你了啦。好啦，就其实就觉得很麻烦啊，坐轮椅自己亲自坐都觉得很麻烦，然后就觉得行动很不方便，都需要别人帮忙这样，然后就觉得楼梯好可怕，都不能走了现在。所以对你来说，你现在的不方便不是只有还好，对不对？就。你可以自己坐一下就知道了。不要，这样真的好像很不方便，每天都要推你去上厕所，就觉得很不方便。然后，所以我就想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社会刻板印象，还有他在职场里面的那个职场环境，还有福利，都会让他就是被就业市场排除跟限制。我们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在上面，接下来我们要去问这个因素是什么，请让我们看下去。好。然后受访者 D 告诉我们说，一样受访者 D 哦，就是刚刚说你要去适应别人，不是别人适应的那一位。然后他说，他到了，因为他现在是公务员，然后他分发到他的单位之后啊，长官还要派一个同事来帮助他的工作，他工作要分摊在不同同事之间啊。他说，其实造成那个单位上很大的负担，然后这样就会觉得说，人家会看他会觉得说。聘请你好像没有什么效率，而且要多花点成本。那我们就得到就是说，在就业市场上面啊，我要不要聘用身障者，或者是聘用一般人，我们都会用一种标准去看，他是不是很有效率，他工作很有没有效率，然后是不是我可以花最少的钱22K， 然后就可以聘用你。然后这种想法、这种标准套在身障者身上、啊，就变成一种压迫，他要被迫去符合这样的标准。就像这个一样、啊，对啊，就像这个一样，哇，好可爱的企鹅。好，然后但是后来啊，受访者 C 告诉我们说，他现在的工作就是需要办一些活动，要跑来跑去啊。但是他有辅具之后啊，发现说，他好像不只是只能做静态的工作而已。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说，下一张。我们可以发现说，我们现在这个就业的体系通常都是以非障碍者的角度还有利益去就是设计的，都没有考量到就是其他族群人，然后可以，这就是为什么障碍者之所以为障碍的原因。好，最后回到我们就是一开始的问题是，
就我们一开始问题就是问说，一般人对身障的刻板印象是如何，就是让他们有就业限制。那我们结论就可以得到啊，是因为一开始有一个主流价值，就是追求有效率还有成本的考量，去这样的想法就是形成让社会形成的刻板印象，然后在职场环境的那种硬体啊，就是它的无障碍设施之类的设计，还有它身心福利政策的那种制度的制定，这种想这些这些让他们不便利啊，或者是有刻板印象，就使得那个就业市场就是排除或是限制的身障者。我们报告就到这里为止了，谢谢。好，非常谢谢第五组的报告哈。第五组报告，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跟他的结论？结论干嘛要回家呢？好，这个部分就他们的整个报告的问题意识其实很清楚。你再把问题意识提上去，他这问题意识很清楚。好，那就是要问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的刻板印象对于身障者就业的限制可能会产生哪些限制？那他们结论很清楚，就是一般上面的这个主流价值的东西，效率、成本、考量这些东西，造成了他在推论下来，造成了下面这几个小因素的影响，到最后得到一个就业市场上就排除跟限制的障碍者。所以这整个的推论过程，问题意识清楚，推论过程也清楚。那另外一个可以注意到它的好处，这篇文章这个报告的重好的地方在哪里？它在每一个环节上，它都是使用了受访者的资料，有没有注意到？也就是说，受访者讲的一些事情都可以成为他这里的一个论证。那为什么说要你们去访问？也就是说，你们除了阅读一些文献之外，你们也要去听听当事人他们怎么去看，那这当事人的看法可以印证了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好，所以这里的部分就是说这个报告非常清楚，问题意识清楚，结论清楚，推论过程也清楚，推论过程底下引用非常好的访谈的资料来印证他们的论点。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报告哈。那但是呢，还有几点还是要跟你们提醒一下。第一个，您放第一页看看。第一页，好，第一页，第一页不要忘记了你们的助教名字。你们助教是灵魂人物，是不是？啊，助教很重要，因为他带领你们整个学习怎么样进行这个东西。好，不要忘记。第二个就是说，你那个问题意识，你用图形的方式表达，最好用一句话的方式来写。好，这里你就写了，这个看起来，读者，你从下面看，可能还看不清楚，说自己到底要问什么。假如你用一句问句的形式来写的话，会更清楚，好不好？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你再往下那四个，就是要什么软体硬体这个部分。这个对对对，上面的软体下面的硬体，你为什么是跳着讲的？我是先讲第一个社会对身障者刻板印象，接着跳到下面的硬体，然后又再跳到上面的障碍者自我设限。不要说，可是怪怪的，因为我们期待的这一页跑出来之后，一定会照这个顺序讲下来嘛，对不对？啊，可是为什么后来？那你是不是这边可以再稍微调整一下，到底为什么你是要这样跳着讲？有一定有它的逻辑，那你这边是不是要根据你的逻辑去改？或者是你这个不改，你后面讲的逻辑、讲的顺序来改？这个好，那你就改这个，好，可以改这个。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政府的应对策略为什么属于硬体？策略不是属于环境的软体的部分吗？
其实你这边要讲的是硬体，那硬体碰到的困难是什么？接下来就是说，那目前政府大概做了什么事情？所以这个你就把这个删掉，你就是讲硬体就好。那硬体其实不只是交通，还包含了我们整个学校的环境或者公司的环境。比如像说有没有提供刚才讲那个辅具，那个都是硬体嘛，对不对？好，所以这部分你们再稍微调整一下，硬体跟软体之间的那个，你就用硬体跟软体去设想，而不是这起下的这个部分，好不好 ？OK。好，那另外一个问题是，他们觉得说那个自己自我设限，他们真的有自我设限吗？有哈。那为什么他会自我设限？他们要生存，对，所以他自我设限，其实他是被逼的自我设限嘛，对不对？因为这个社会环境对他不好嘛，所以这个部分的自我设限，你可能就写，搞不好是他面对的障碍，使得他们不得不以自或他们自我调试。对，或者他自我的生存策略，好不好？好 ，OK， 那就到这里。非常谢谢第五组的报告，请他鼓掌一下。好，接下来我们请第六组报告来，第六组同学来给他鼓掌，给他鼓掌。然后我们就觉得大家都最感兴趣的就是性这个话题，那个因为这个话题一直比较敏感，二是就研究起来可能比较有褒点嘛，然后就选择了这个性这个主轴。然后我们在研究这个课题之前，我们就小组组员对这个同志按摩，这个一提到同志按摩会想到什么东西，我们就有几个想象。然后第一个就是性一定是在里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定是重点，就像吃饭的时候前面可能都是小菜，但是最后的性一定会是那个大菜。然后那个第二点是按摩师，就是所谓的技师，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才去那个做这些工作。其实在社会中我们对那个同事按摩有很大的那个曲解以及那个对他们的污名化，但是我们就觉得应该是就是为了钱，要不然的话谁会去做这个工作。在这研究之前我们试一下。第三点是那个顾客方面的，顾客方面主播就是想猜测他们就是应该是为了就找求身体上的满足，就是生理上的满足，然后才去那边去消费。然后我们提出的几个问题，大概是这四大类。然后第一个是同志按摩师是性工作者吗？他们到底有没有在同志按摩中这个按摩过程中提供性方面的服务？第二点是为什么会有同志按摩这个行业的出现？第三点是社会和内部人士的看法。第四点是顾客，就是刚我们提到的顾客到底是来这个地方是为了寻求什么。其中我们对第三点就是社会和他们内部从业者的看法这一点，我们有几个想法。第一点就是因为社会对于那个同志按摩有一种无形的怎么说是压力或者是排斥，就把那个他们和普通的按摩一种变，就像老师上课讲的，就是把我们和他们给界定分开了，把他们边缘化，弄成一种就是不属于整个主流群体中的一个小撮的那个
一类人，然后他们就是，即使是那个他们这个行业，哪怕是非常的纯洁、非常的干净，就是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种提供性方面的任何服务，但是他们还是一个不能在台面上、不能在阳光下运作的一个行业，就是我觉得应该是社会对那个同志按摩的一个主要的看法。第二个是那个为什么会同志按摩这个行业的出现？这个是提出问题。第二个是我们的推荐方法，推荐方法主要是靠那个刚刚的设定主题以及问题，然后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进入了深入的访谈，这个访谈的内容真的是特别的深入，以及我们那个在那个做了万全的准备之下，然后觉得我们那个应该 hold 得住这一切的那个情思想准备下，我们去了之后，而且我作为和几个女同学还是男生的情况下，我就已经觉得啊、哦、口味好重，然后就真的是特别的深入，然后最后就是稍微有参考了一些文献，刚刚讲的那个同志按摩行业为什么会出现的这个方面，大概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要两个的看，前两个大概是一个方面，后两个大概是讲的一个事情。第一是同志权利的争取，这并不是说要同志结婚啊，这像我们最近的多元成家的这种权益，而是对于同志作为人类的那种，比如说男人的那种基本的那种生理上的需求的那种权利的争取。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因为固有的那个按摩业都是女生的按摩，一定会胸大呀、腿长啊、长得漂亮的美女来按摩，但同志们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啊，他们就需要的是一定是帅哥啊、肌肉男啊，或者是他们喜欢的那种 type 的人来给他们按摩。然后这样因为同志团体群体的那种壮大，然后有了市场就一定有需求，所以有的人就发现了商机之后，然后就找到了那个像老板就会找通过他们自己的人脉，然后找到自己身边或者是在某些网站或者是在别的地方发布一些小广告招募一些人，然后自己去经营这样的店。第二个是异性恋模式的对于同性恋模式的压迫，像我刚刚讲的那种，而且男人就我们觉得男人就是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嘛，然后因为大家觉得开放度很高，男人被男人摸一下而且还喜欢的那个男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第二下面的一点就是下面这两点，就是男女对性逻辑上的差异以及身体陪伴的逻辑，这个呢就是有一点那个复杂，所以我先具体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为什么首先我们要提出为什么女同志或者女性被那个男生按摩这个就是比较少，就女生很不太情愿就是被男生按摩，就是一个身体陪伴的逻辑，这样男生就会觉得啊被美女摸了一下屁股，那简直就是那个普通男生就觉得啊赚到了，或者是同志被帅哥摸到了一下就觉得嗯不错，然后但是女生如果被男生摸到了的话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损失了点什么，其实都是摸这个动作，但是就是觉得女生就是感觉自己好像哎呀损失了一点东西，所以男生这个按摩的话就会觉得那个在按摩的过程中他们不光享受到了那个身体上的那个乐趣以及心理上的乐趣，而且他们最主要的是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受访者中也有提到，很多客人就是来这个地方他们就是完全就是做自己，释放自己在社会上的隐藏自己的这种每天的这种压力啊，或者是怎么讲，就是把他们的那个真正的想要的东西、需求的东西在这个地方呢得到自己的满足。下面一部分是关于性按摩中性行为的定义，然后性行为无非就是口交以及肛交，还有一些那个身体部位的插入的这个定义，然后本来查的是比较正式的，但我觉得那样讲不是很有意思，所以就干脆就大家都懂的方式来给大家讲，然后但是但在我们实际上去调查的时候呢，我们调查了其中有一位老板以及三个从业人员，而且这三个从业人员是不属于这个老板的公司的那个技师，所以他们之间不存在什么就是包庇啊，或者是说假的啊，或者这些问题，而且我们就得到特别重口味的例子，那个消息就是那个
有一家老板就在高雄，声称他们的店就是那个完全不提供性方面的服务，只就是单纯的就是按摩。然后我们就当时也信以为真了，就觉得哇，居然在这么肮脏的世界里，或者这么说，就是在这么我们想象意义里面的肮脏的世界里，居然有这么一片纯洁的土地，就这种感觉。然后就觉得啊，好神圣的老板。而且老板当时跟我们讲的就是他们的这个老板的这个行销的这个那个营销的这个理念，我觉得特别的苟同他的想法，就觉得哇，真的是男人才懂得男人，真的是。因为他讲了一个最令我深刻的地方，就是那个他说我们采取的一种，他好像没有用饥饿营销这种字眼，但是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我们每次只给客人一点点，一点点的给，每次只给他一点，然后这样呢他就会再来，然后就是你就像我们然后其实为什么就像做爱的时候嘛，前戏为什么那么重要，并不是大家就为了等到最后的那个大餐，其实可能就是前面的那一点点其实最美好的那个环节。所以我觉得老板特别精明，他就要求自己的员工就明令禁止在店里面发生就是给客人提供性行为，包括提供性服务，特别包括打手枪以及后面的那个操作。然后所以呢就是，但是我们在相信了老板的这个话之后呢，然后我们就采访了一个